过年要到的，莫讲歹听话哈。我咧想讲要甲多一个哈，对嘛改，因为我念滴就有机会去做伊个同事，啊要做同事，要做同学，也莫歹面小看，哦啊甲斗三工一个，甲韩国个斗三工一个哦。主要是伊安尼啦，因为伊这段时间哦，伊哦算后壁对物件啦。有对啦，所以吼、哦，正讲迄落一寡行为交一般的人较无同，哦，所以吼、哦，第一就是用这吼、哦，较强强的安尼啦，强强的吼、哦，啊强强的甲一寡歹物啊甲赶走啦吼，咧、哦、第二吼、哦，这支啦，这支啊，嗯，这支，这支算讲，这唐凤剑吼，正甲伊后壁遐妖魔鬼怪吼。安尼笃笃个安尼啦吼，对不对？啊，关好罩啦！啊，关好罩吼，对安尼吼，啊，关好罩，可以后壁较清气个啦。哦，不，不管你做啥物，一定副一定啥物，立法委员，总是立法院内底一寡有诶无诶，拢莫甲对啦。哦，啊甲，正讲甲加迄个站一站。第三者啦吼，这叫做木鱼对无吼？啊，韩国捌表演过用头割木鱼嘛？对啊，是安尼啦，送一支互伊啦。哦、我就安尼用了，可能王世坚会上伊，因为王世坚从来咧装道具的，啊，而且讲的时阵用这讲，用头讲，因为韩国的怪叫都多，一定啊开个矿泉水，你有看过无？开个秘鲁罐啊，咪矿泉水秘鲁罐啊，一定讲咱是用手樽的对无？伊毋是呢，伊客客安尼头安尼，啊就开安尼，哎，伊个就是吼、哦，这段时间说有物件较对啦，哦，啊所以咱甲迄个悄悄的吼，甲。静静的啊，这个静静的吼，静静的，啊，伊在恁度表演较正常，和台湾的国会较正常的，安尼好不好？好，韩国啊，种真正要去立法院吼，我送伊一个软件啊啦。嘿，时间到，看要准几点？我即嘛是定九点啦，但是九点起床是袂赴的呢，九点是开始要主持议会的时间啦，所以咱就甲量一下，看讲，哎，韩国到阿未？哦，这个要送伊啊，哦。第二，就算不管有做着院长无，难免有当啊委员会，咱也要做主席。主席嘛，袂使乌白主持啦，所以要就主席台进前吼，即、這个啦，切看卖咧啦，有头领无啦？嘿啦，哦，莫讲吼，爱一面开会哦，一面在边。迄个讲法啦，叫做吼，开会不喝酒，在韩国啊，主持会议要当头领酒。哦，开会不喝酒，酒后不开会。变堂年个天光走来咧主持，过年要搞，莫讲歹听话哈。我咧想讲要甲多一个哈，对嘛改，因为我念滴就有机会去做伊个同事，啊要做同事，要做同学，也莫歹面小看，哦啊甲斗三工一个，甲韩国个斗三工一个哦。主要是伊安尼啦，因为伊这段时间哦，伊哦算后壁对物件啦，有对啦，所以吼、哦，正讲迄落一寡行为交一般的人较无同，哦，所以吼、哦、第一就是用这吼、哦，较强强的安尼啦，强强的吼、哦，啊强强的甲一寡歹物啊甲赶走啦吼，咧、哦、第二吼、哦，这支啦。这支算讲，这唐凤剑吼，正甲伊后壁遐妖魔鬼怪吼，安尼笃笃个安尼啦吼，对不对？啊，关好罩啦！啊，关好罩吼，对安尼吼，啊，关好罩，可以后壁较清气个啦。哦，不管你做啥物，一定副一定啥物，立法委员，总是立法院内底一寡有诶无诶，拢莫甲对啦。哦，啊甲正讲甲加迄个站一站。第三者啦吼。这叫做木鱼对吧？哈，啊，韩国捌表演过用头割木鱼嘛？对啊，是安尼啦，送一支互伊啦。哦，我就安尼用了，可能王世坚会上伊，因为王世坚从来咧装道具的。啊，而且讲的时阵用这讲，用头讲。因为韩国的怪叫都多，一定啊开个矿泉水，你有看过无？开个秘鲁罐啊，咪矿泉水秘鲁罐啊，一定讲咱是用手樽的对吧？伊毋是呢，伊客客安尼头安尼，啊就开安尼。哎，伊个就是吼，这段时间说有物件较对啦，
哦，啊，所以咱甲迄个悄悄的吼，甲静静的人，这甲静静的吼，静静的，啊，伊倒恁着目标会较正常，吼，台湾的国会较正常的，安尼好不好？好。哦，啊，当然，咱这道，咱这道预定吼，咱嘛算真欢乐，咱嘉宾嘛算真欢乐。李焕年预定哪去选着韩国的，看这啥物安怎？哦，啊，所以即马民进党搁咧努力啦，吼、哦，搁咧努力啦，看。看我吼，卖予韩国的做院长，因为韩国的做院长真麻烦。哦，伊若做院长真麻烦，因为做院长哦，我也可以讲几个重点。第一哦，以后咱的迄个元旦，元旦嘛吼，元旦交国庆啊，国庆哦，国庆的迄个筹备委员会啊，诶，主委叫做韩国瑜，安尼就麻烦了。因为迄、那个会当在顶晚讲的，除了总统，就是迄个筹备会主委。筹备会主委就是立法院院长，哦，安尼哦，实在算真要紧着吼。所以第二，两日就发生啊。伊若选调议长哦，520哦，520是不是总统就任？总统就任哦，立法院议长爱送一粒印啊，总统，迄粒印啊就是国家的大粒印啊。咱的国家一粒大粒印啊，迄个印啊叫国玺啦，国旗叫国玺。迄个大因啊，爱有立法院长揢予咱的总统。啊，你若韩国的揢了总统，敢袂看？袂看的嘛吼、哦。所以即马即个立法院搁咧努力哦，看我都讲，不管尤院长啦吼、哦，做咱的议长，啊卖韩国的做哦。所以即个大家斗祈祷啦。哦，像咱的万金珍吼，迄天圣母玛利亚斗三工一个吼。因为我是天主教徒啦。哦，所以我过年拢会来这个万峦，这个万金庄，哦，来天主教的嘛吼，啊去遐拜拜，啊去遐甲圣母祈求，哦，看唔当有韩国的做着李焕英一定。好，我补充到这，啊去甲李焕英吼，佫有几招着爱嘉宾啊去负责啊，咩？哦，好，嘉宾来分享哦，嘉宾嘛，你会不会上韩国语呢？吼，无啦，我是讲哦。迄、那个上亿下川大师底家吼，即、這个坐股东吼坐船啊啦，倒股东坐船啊吼，啊有要上迄个木鱼啦，啊有要上即个软钳啊啦，啊因为即个，哎吼啊都桃花剑啦，啊这吼、個、这种精神界吼灵异界吼，最好咱大师来处理，因为伊可能甲迄个通灵上面同款连直通啦吼，所以要甲迄个歹物啊吼，卖互倒底韩国个啦。啊，当然，迄招我袂晓，咱就用另外一种的方式。首先吼，首先啥，恁可能唔知影，咱做立法委员吼，有一项代志，助理总欢喜的，逐工要签到，一定爱本人去签啊，袂使助理代替啊。你后阵要拼即阵第一个去即阵，你就爱透早4-5点啊，就去遐排队啊。有听讲吼，啊，咱唔免要求遐济啦。韩国啊，阵真正要去立法院吼，我送伊一个软钳啊啦。哎，时间到，看要准几点？我即嘛是定9点啦。但是9点起床是袂赴的呢。9点是开始要主持宴会的时间啦。所以咱就甲量一下，看讲，哎，韩国人到啊袂？哦，即个也送伊啊。哦，第二，就算不管有做着院长无，难免有当啊委员会，咱也要做主席。主席嘛袂使乌白主持啦，所以要就主席来进前吼。一个啦，切看卖咧啦，有头领无啦？嘿啦，哦，卖讲吼，爱一面开会哦，一面在这边。哎，那个讲法啦，就是吼，开会不喝酒，在韩国啊，主席会议不打头领酒，哦，开会不喝酒，酒后不开会，变头领个天光招来的主席，哦，所以要酒测。那起码是你开车不喝酒，哎、欸，啊酒后不开车。啊，有人边喝边开嘞。啊，韩国语是安尼，开会不喝酒，开会我当然会偷啉，哦，搁会得到靠底啊偷啉哦。啊，伊袂爱迄个啉了，人啉到天光才来主持，所以嘉宾啊就会揸这酒测器，哦，甲对，因为我刚晚到，因为我袂报到嘛。啊，我报到你位了吼，我去这个代志就我负责。哦，好。啊，我未搞进人生，钟嘉宾负责，安尼好无？好。这因为吼，咱二三年吼，尾啊才会来立法院。啊，我进前这两届吼，我知影，因为大家特别欢乐，因为大家有听到一个金门酒厂有无？
金门酒厂哦，自从过去立法院有一个传统啊，有一款的酒吼、哦，专门是立法院院长特别定做的啦，定做要来送给国宾的啦。啊，咱是惊讲较早吼，阮老早立法院委员，阮要去买吼，会使有配额啦，一个人一年配几箱啦。啊，阮是烦恼讲哦，以后阵酒啉哦，大家当老鼠啦，当会啉了去啦，所以即个甲传落掉。最后就是我的专长啦，哦，冲咖啡。哦，阿尊讲伊有准时到，啊，到酒测有过，惊讲哦，伊到阿都无精神哦，互伊冲一个咖啡，精神下，哎，好唔好？好，咱是为着国家好啦，哦，这就是以前咧讲的，哦，本来是要甲多，啊，无啦，卖啦，要做同事卖甲多啦，甲后壁的歹物仔甲赶互走，歹物仔赶互走，一个较正常的来国会，不管做啥的，国家都较正常，才无搅乱，你讲对不对？对。感谢大家，好，谢谢。